所以呢，以后呢，我就星期四、星期六啊，下午2:30呢，就会有什么呢？就会有奇闻异事小刺猬见面。哎，这个的时间呢，就是叫什么呢？在我的另外一个，就是在奇闻异事小刺猬的频道上，不在我的小芽菜上，不管了。总之在这里播放呢，你们就都可以看到。好了，闲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节目。尊敬的全球赞友们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！我是小芽菜，来自华盛顿 DC 农场。今天是2月2号，龙抬头吗？懂不懂？2月2号，星期四，奇闻异事小刺猬呢，又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呢，一共有7个故事呢，跟大家分享。我就是原来都是有9个故事，现在呢，我就砍了3个，做什么呢？就是把它时间呢更加的紧凑一些，看看大家喜不喜欢。然后呢，欢迎大家留言、讨论、吐槽、分享。我的节目资料呢，来自于各媒体平台的盖友们、推友们的盖文推文。因时间关系呢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再次要表示真心感谢，快乐念共，你我他一起行动，靠大家。我们是消灭12邪恶共产党的新中国联邦人。下面进入我们的第一